徐小凤呼吁成成发哥做嘉宾。昨晚小凤姐就为演唱会进行彩排，热身先是唱周润发的《飞沙风中转》，仲透露会唱埋郭富城的《唱者歌》。咁唔知小凤姐你会唔会叫埋两位做嘉宾呢？我梗系渴望啊！唔知去邊度揾佢哋咧？喺邊度揾？你幫我呼籲啊！喺啲卡片度講聲係啦。發哥、成成，你哋得閒請過嚟喎，無人歡迎。除咗成成、發哥、小鳳姐，你之前揾嗰啲87年過春嘅裙底小朋友，唔知揾成點咧？是我听讲话好消息找到晒啦，哇！系听讲话系咪系咪啊？找到晒啦，大部分九成啦，应该九成。哦，即系都真系好惨。好啲诶，因为有我听讲有好多咧，如果找唔到咧，系只系佢哋唔喺香港嘅，或者有啲系联络到晒，只要我哋喺香港未必出席到。系啦，不过我相信我唔知认唔认到佢哋啊。